膀子肉。粉也不腻，瘦也不柴。用红烧酱做的，肉配火鸡面，辣白菜，真香。
辣白菜配这个火鸡面真的太好吃了。谢谢，红烧肉。上个视频有教程。粉也不腻，瘦也不柴。特别好吃。红烧酱现在拍一发八，家人们不要错过，简单易做。真香啊。红烧茄子。
真下饭。烧肉炖粉条，太香了。这个粉条拍一发五斤，口感特别好。
谢谢。东北大肉肠，辣白菜配火鸡面，谢谢。